我等一下符文。一会儿我可以给你看一看啊，这把打完的吧，你选个阿卡丽也杀不了啥人，我说实话，我来个千九吧，我来梦魇儿吧。喂，人呢？卡了吗？喂，你玩啥我都能，你玩啥我都能，我这把我觉得我肯定行。剑圣啊，剑圣，剑圣，我来一个，我来个梦魇儿吧。我来个梦魇儿。正好他剑圣，我梦魇儿。能不能选个不太强的英雄啊？你让我选翠神呐？我觉得可以。你要是这样的话，我那不我太这会不用。是不，我们这不公平，不尊重你了吗？这是，那能行吗？来把梦魇儿。其实梦魇也不厉害，你慌了，我觉没开得打呢，我你没就有开始慌慌呀。了。还有，你照片到底还发不发了？我给你发了呀，没收到吗？你发啥了？没有啊？你发哪？你发 QQ 了？我没你 QQ，你发谁 QQ 上去不了？是，我发你那个，我再给你发一下吧。发哪了？没有啊？你是发 YY 公屏了？也没有啊。等等，我再发一下。可能刚没发过去，我这为什么发不过去啊？拉有你黑了给我，我给你没扣有个没有没一，能看见不？有，我看到了看到了，啊，能有了有看了，见吗？我现在哎呦我对这个这是什有么请呀？求。这是那种小视频那种的吧？是不是？这不是小视频啊，就是一张照片。这灯光不行，有没有稍微亮一点的灯光的？能把你拍出来那种白一点的？灯光不行，一看你呀就不会拍照片。哪天我教教你。你会拍照吗？我会拍照啊，我摄影的，啊不是我养孔雀的，错了。我会手机拍照。等等，我搜我搜，我觉得我去世了。红惩戒吧，这可挺能死啊，这咋整啊？我这把肯定要赢你的。你现在零不幺是吧？幺，这一集团团成这样了吗？你现在零幺幺，你还要赢我？你先把这把对面赢了吧，这是，不是，是那不是？刚刚四个人追着我打，我不，快吃！有点卡呀，小姐姐。我现在还卡吗？啊，不卡了。我说我刚刚四个人追着我打，我不死，我是金刚不坏之身吗？刚我都没来。对啊，你不在，你说什么？你又不知道当时的情况。你喜欢钢铁侠吗？我对那个研究不是很深。哦，那你到底还吃饭吗？我不想吃饭，因为我现在很生气。为啥生气呀？我觉得你好像在嘲讽我一样。我上了，大虫子，快来！哎，漂亮！大虫子死的惨呐！一二三四五六，我没嘲讽你啊，我只是问你吃没吃饭。你这又杀人了吗？啊，我等等，杀人了！我这不杀一下他，找个机会。
这个玩意儿呢，我玩过前六级杀人玩杀不了。哎，那要是俺俩这把打完，然后我又杀14个，你又杀6个，那俺俩上把的还算不？上把的，你说算不算？那算，那肯定算的。对啊，那就算。你说的算吗？他有没有交疾跑？没有，他啥技能都没交。那我来了，你踹上去，踹！我来了。咦？你去吧，我过去可能要死。他这个被动给我烫了。我看看啊，好小子，还狂。他回来了。不行，杀不了，退线。呀，剑圣，你有烟儿有没有烟儿？有。我先跑了啊，我溜了。不行不行，那 Q 了，我死了呀！我都死了，然后你溜了，你跑得真快呀！那塞拉斯来了，你也得死呀！算了，这家伙，你脚底抹油了吧你？这我就管不了了。哎，这什么玩意儿呢？我觉得你这不是跑得太快，你是飞得太低了。哎呀！哎呀，怎么没闪出来？哎，差一点点。你又杀了一个，然后你还想跑？那我本来就差两个，你还想闪？那我这不这正常玩游戏的吗？差一 点。我找个机会，这波兵我不能不吃啊。上路有双 buff。那又过来跟我打。好家伙，你送梦手一个人头。你到底饿不饿？你怎么就……我想吃孔雀，可以吗？你想吃孔雀呀？孔雀可能费点劲，我可以给你吃只鸡。就你养孔雀还养鸡吗？其实我不养孔雀的，我是养鸡的。养的什么鸡啊？鸡。就老母鸡吗？还是老老母鸡跟公鸡公鸡呀、啊？公鸡和老母鸡。有乌鸡吗？乌鸡没有，不养乌鸡。我突然想到了，要不就把我鱼鱼、哎、好。哎呀！哎呦我操你猴子的你，给我杀！你死了！我惩戒。你惩戒没惩死、啊？惩戒没用，我吃个兵吧。能不能不要再就是一直杀人，然后一直。就然后你看，你既送了上路的人头，然后你的麦克风不行，我给你换一个吧。嗯，你的麦克风我给你换一个怎么样？你是老断音儿啊，一整你就断了。这是咋回事？哎呦我这剑圣，疯了是吧，剑圣？你要干什么？我这麦克风到底是怎么了？你咋的呀你？麦克风就老一段一段的，我给你游一个。我等一下，我等一下调一下。你还？我觉得你没必要。哎呀，我觉得你没必要再来上了。没必要啊，那我就不去了，那就。因为你既杀了他，然后又让他杀了你，然后他还有人头，
我什么都没有。但你这是你非得要跟我玩的啊、哦！我本身我没要跟你玩。真动手，我感觉我打不过了，咋办？哎，那你学医，你当没当过医生？啊？我说你当没当过医生？没有，我是学的护士，我跟医生没关系。我觉得刚刚那个泽拉斯好菜。那你有没有护士服的那种照片啊？泽什么拉斯？俺家没泽拉斯。塞拉斯，就护士照片的话，我记得我小时候，我长大了就没有了，因为我没有从事、啊。这什么玩意儿？怎么的？哎，漂亮！挺热，不是你又杀人了呀？我已经双杀，取二零了啊！不行了，这怎么上的还？你小时候你不那啥吗？你不是当护士的吗？等等，我杀人了。牛不牛？牛。干啥？牛。与你无关。我现在已经离你更近一步了。你现在已经一个人头了，你加油吧。那我一个人头也是一个人头呀。行，我们继续聊一聊画护士的这个问题。那你护士一般都在什么病房呢？我学的是妇产。啊，你妇产科的。完了，这不杀米拉，杀我的剑圣。死了吗？让你再嘚瑟。那妇产科肯定他们都生孩子，你帮着生孩子呗。对，助产师。那你有没有想生孩子的想法？没有，你就那种画面，我觉得是个人。那你想生几个呢？等等，你先别说，你为啥已经八个人头了？那就八个人头了呗。你这八个人头怎么打呀？你想生几个孩子？我不想生孩子，我想赢你。你赢我？你赢不了了。你就直接问，告诉我你要生几个孩子吧。等等，我不想生，我一个都不想生。剑圣来了，剑圣来了，往我这走。哎呀，你差一点点就把他杀了。我没有那个。你快把他牵住，然后让我行不行？我给你一个怎么样？你这就你抢不过我，你说我都没打他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你那老远，我两下就把他划拉死了，真的老妹儿。我就实在是看你是人头太少，我说这不行啊。这我找个陪玩，人家一打我好几十单，我也受不了，你知道吧？我时间有限呢，我也陪不了你。这三十四兔带他干啥来了？哎，我看见，看我拽过去了，看我又杀一个 ，nice， 怎么样？行。我四个了，你几个？我八个。帮你吃波塔皮吧。没关系，这才十二，我谢谢你。真的，把你早点解放出来。我觉得你说你一天能接二十几单，你在吹牛。我吹什么牛啊？
因为你 K 头。我 K 头就吹牛了吗？你要是能一天接20级单，我就能接40级单。那你也去吧。我怎么感觉追不上你？我这陪玩，要是我去陪玩的话，我这属于你说现在属于陪玩界的什么水平呢？给你分个等级吧，一般水平，1到10，10分。就是3、4，没一到。你1到10分给自己打几分？1到10分，我给自己打5分吧。啊，那还是一般水平，评价还是有点高了啊。这还高吗？你能不能别杀了呀？我不杀，然后呢？然后让你赢，那能行吗？现在这个卢仙，他就要死在我的面前。我都感觉我追不上你了。你好，卢仙。你好，太太。你别杀了！你别杀了！哈哈！哎呀，漂亮呀，剑圣。不是，那我怎么打得完了？差一点点，跟这交给你了，这个交给你了。他要跟我打，他有 W。哎，好像有点意思啊！哎呦啊！哎呦，漂亮啊，漂亮！有点意思啊，阿卡尼。还可以吧？还可以啊，我这5分不白打。这5分还可以，比较中肯了，我觉得。我太难了，你能不能别杀我？我都觉得我慌不慌。你是唐僧吗？你就别杀了，别杀了，别杀了。不是，你都11个人头了。好好说话，别夹着。抢我大鸡是吧，翻身。我把你筋儿给你掐了，小伙子。我都欠你这么多了，别坑你啊，坑你也没用。那我欠你这么多单，我都接不了别的。你一开始还跟我说呢，哎呀，这是，哎，这跟你，那我也没想到就真能差这么多。你那个蜘蛛，那个蜘蛛我都没想。我的蜘蛛，我那蜘蛛，你别提我蜘蛛，我蜘蛛还是可以的，我蜘蛛。没人扛好。我是真的觉得你那个蜘蛛，我那蜘蛛，我打直播的时候，经常我那水友跟我在那，哎呀，蜘蛛666啊，蜘蛛。我再试试，我要实在追不上你就别杀了。要不你给我退钱也行，我看看啊。我那不是大意了吗？你一单多少钱吧，小姐？30。一单才30，太少了。我建议你涨涨价，要不然你再比心可混不下去啊！人家一单都50-60。这么的吧，你涨到60吧一单。好像最高就是40。40啊，等于480，等于480。这么的吧，正好我也打直播的，其实我是做直播的啊。一单40，我算你480，一个火箭吧，40五入一把。怎么回事？我抠你一下，剑圣要起飞呀！你别杀了呀！你不也杀呢吗？你都杀9个了，投降。不是，那我也比不上你啊。回家了啊！我平时都跟你说，我接20多单都
来个夜刃之风，算了，来个收集者吧，我有点无敌了。你别杀了啊！我不杀了，我不杀了，行不行？喂，我现在想把你，我现在把你恐惧了，我现在。那我也没有办法。怎么的了呢？这是？我们二十多天都是吹牛逼的。二十多单都是吹牛逼的，我一看我就知道你是吹牛的，我跟你说。那我要是欠你二十多单，我不好单了，然后我还得给你赔钱。不用赔钱，哎呀，多大点事儿呢？不用赔钱啊，不用赔钱，我跟你闹着玩呢，我闹着玩的啊。我追也追不上，然后你还一直不杀了啊！不杀了，不杀了，行不行？不杀了，给你杀，现在给你杀。我抠一下，下面的剑圣你杀不杀？来杀个剑圣！你别杀了啊！我不杀了，不杀了！哈、啊，老剑圣，我不把你给杀了，老剑圣！你叫我干嘛？你这个老剑圣，我不把你给杀了！你不是说你不杀了？我不杀，关键这个剑圣，我看你杀不着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害怕你杀不到我。我还有点燃呢。行，这个塞拉斯你杀不杀？给你杀个塞拉斯吧。哟，小伙子，我们家有大虫子，没事。你都超神了，你说你。下路拆吧。我超神人头也没你多。下路拆吧。呀，拿下了。完了，我又没你多。没事，小姐姐，这把咱俩不算，行不行？上把咱俩也不算了，我就跟你开玩笑。我还差你四个人头。不用不用不用，那四个人头没有关系，小问题啊。我都跟你说了，其实我在直播，啊，我是一个主播，我让我的兄弟们给你点点关注，争取让你每天接到二十单，行不行？我跟你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啊，开玩笑的，别哭了啊，别哭了，开玩笑的。